好黑哦，我是喵喵，我是琼怡。我们看得到五官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坐了三十多个小时来到厄瓜多， 对，然后来到优乐方舟里的健康中心。对，我们今天晚上呢要住在这里，然后所以带大家参观一下。哎，那我转镜头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好，那好，那我们带大家参观一下这边的环境。哎，这里很漂亮哎，哎，真的，那个车子一开进来，整个好宁静。对，然后从外面就闻得到，好香好香。对，而且我们刚刚车子其实坐，它有那个，我们有看到 Young Living 的那个很大的那个铁门，然后我们想说哇到了，结果想不到过了那个铁门之后又开了很久，对，然后开又来到第二道铁门。然后就想说，哎，到了，结果想不到进了那个铁门之后又开了很久，然后才来到这里。对。然后所以这边基本上还没有网络，我们的手机网络这里是没有的，所以我们就是先用录影的。然后我们来到这个走上这个电梯，世外桃源。对，走阶梯啊，没电梯。上来之后，左手边就是它的医疗中心，这边有接待的柜台，然后就可以看到哇，好多精油。漂亮的扩香机，然后这里呢，这边呢，对，预约我们待会儿再来这里。不过这边就是我们要来那个弄，就是我们待会儿会去做血液测试，对，然后测试完之后就可以做一些疗程。是的，那我们今天也住在健康中心，对，我们特别住这里。哎，这还有躺椅这个，哎，哇，好棒哦。然后还有吧台。这里有吧台，好，那我们带大家去看我们的房间，好宁静哦。哎，这个一栋一栋的，有没有？真的，这个就是房间，都是独栋的，好棒哦，好舒服哦。我真的觉得我们户外，这边是户外很大哦，可是我都闻到花花草草跟精油的味道。对啊，哇，我们的房间在这里右前方，好，这一栋。然后从哪里？很先进，它不用房卡。好，从哦对，它是用那个，哎，不是这里啦，还没到吧？迷路了，来，还没到，我们是住，我再回头看一下 ，OK， 好，很舒服的邻居，这一间，哎，可以看到有一对小情侣在里面吃东西哟。因为我们今天是住那个对门呐、啊、，Laura 他们住 B， 我们住 A。Hi, Laura， 好、哦，这是那个啊，赶快先马赛克，不能让人家看到我们的房间密码。可以飞过来这边，可以飞三十几个小时，我真的。你有按紧吗？有。好、哦，没有成功，再一次。哦，你又按到了。对。好，再一次。马西亚先按了、啊，不行就再一次。OK， 打开了，哇，进来有两张床，然后好贴心哦，你看，我们一个人住两张床，还两张床铺，宫廷扩香机，宫廷机，然后我们的行李已经有帮我们送进来了，而且你说的没错哎，这个是上下床铺哎，对啊，然后有一张，好浪漫哦，今天谁要睡上床铺？没有，我们就睡下面。哇，房间很可爱。嗯，当时的你，对，喜欢这边好舒服哦，很舒服，环境非常非常的好，好棒哦。OK， 好，拜拜了，拜拜。